第十九题，下列物理量及其单位哪一组合是正确的？A. 速度公尺，速度呢是应该是要公尺除以秒。选项 A 呢是错的。B. 功率，焦耳不对，功率呢是应该是要焦耳要除以秒，每秒钟几焦耳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重量牛顿，重量就是力，所说的重力大小，那么力的大小的单位是牛顿，那这个是呢对的。猪动能瓦特。那么动能是能量，能量的单位呢是焦耳，选项 D 呢是错的，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下列物理量及其单位的哪一个组合是正确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重量，牛顿。